哎，大家好，早。迄个今仔日是高级班吼，啊，高级班后壁佫教一个啥物职前训练等等，我想互大家看一寡无共款的资料吼。啊，咱先来看一个啦吼，一个 Unincorporated Territory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就是咱恁讲的美国军事政府，伊咧讲啥物货？未合并领土啦，哦，伊咧讲未合并领土啦。啊，伊直接咧讲的未合并领土咧说咧字的吼，有包含着咱所谓的美属地啦，一种叫做美属地啦，吼。啊，另外一种诶，就是咱咧讲的军事占领地，哦，军事占领地啦。啊，这篇文章内底吼，伊有提到一寡观点。第一个就是讲，伊讲 USMG occupation， 就是讲美国军事政府所占领的这个土地吼，也是占领的所在吼，无经过 peace treaty 的啦，会割让的啦。有一寡领土是安尼来的啦，啊，有一寡领土是这个军事一寡领土是有经过 peace treaty 的。啊，这份文件吼，上界重要的是伫后壁，哦，因为有足侪人咧上初级班，上一半，伊是迄种人已经上一工去啊，啊伊才阁来参加，所以有一个观念伊无建立起来，啊伊上到一半，伊有足侪疑问、足侪问题，是因为伊头前伊无上，伊无去接受着遐概念，所以伊伫提出问题，啊咧挑战讲，啊，他民间有讲这个讲法啦，啥物货？因为伊无伊欠缺遐个观念嘛，啊，所以伊就有足侪问题。啊，即侪物件，其实咱有当时啊，咱直接上课袂随吸收甲真好势啦。所以咱倒转去会当去继续，因为这是影片嘛，会当继续看。哦，啊，这篇这个文件呢，伊后壁上较重要的是伫遮啦，哦，我大家看一下。伊咧讲 Formosa and Pescadores。即个，吼，伫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跟美国的关系啦，伊只咧讲说，啊，讲即个文章当落落，咱直接看伊所写的表啦，吼，即个，即个，伊头前吼，伊头前你看只，切割还是讲割让，即个，吼。Conquest 就是战，迄、那个征服啦，哦，个人去透过征服的手段啦。啊，什么叫征服？啊，咱就拍输去啊，咱在日本帝国拍输去，啊，伊甲咱征服，这种的动作叫征服啦，哦。啊，这个是军事占领，啊，是讲迄个时阵分配占领，多好结束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还没签和平条约之前。伫遮，伊有讲到哦，伊讲到啥物货？授权给这个 ROC 的军队哦代理 delegate， 就是代理占领啦。所以这个 ROC 来遮，唔是接收台湾呢，咱搞不清楚这个东西啊。伊 ROC 是来遮是代表盟军，来代表盟军代理哦，伊讲有无 authority 有无？代理这个盟军，伊是代理的来占领。好、哦、啊，结果解说 ，under CKS 啥物人 ？CKS 啥物人？刚才蒋介石啦，蒋开雪，也简称啦，好、哦，伊的迄个拼音的简称，蒋开雪。啊，后来呢，佫一直发展，发展到遮，你甲看，伊即个甲咱讲啥物货？伊即个甲咱讲，伫即个时阵了后，咱已经被军事占领，一直到今仔日。伊即个甲咱讲，1952年迄个时阵，吼、哦，即、這个时阵一直到今仔日。伊咧甲咱讲啥？台湾就是美国军事占领。啊，最近的新闻大家敢看袂出来？对不对？你若有上过初级班了，你即摆倒去看新闻，你家差不多拢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啊？吼，但是老百姓还佫戆戆的。啊，迄个啊，
啊，这政府合作啦，那个美国有较好的关系啊，什么？大家拢安尼看。咱进入今仔的主题啊。美国时间有听过这句话无？有吼，啊，什么意思？无是无迄个时间，啊是讲伤闲，伤闲的意思嘛，就是你咧讲迄个人伤闲是意思嘛，吼、哦，好，唔是哦，无，对啊，就迄个闲的时间的意思啦，吼、哦，无迄个闲的时间的意思嘛，吼、哦，对不对？吼、哦，安尼有同意啊？吼、哦，好来，伫咱的文化、咱的语言内底有一句话。有迄个意思伫咧，啊！我要问的问题是：是安怎？是美国啊？是安怎？毋是日本？是安怎？毋是英国？毋是中国？毋是法国？是安怎？是美国？够有人会当回答我这个问题？是安怎？是美国嘛？当咱咧讲话迄个语言内底，咱有一寡文化背景，其实咱无去探究迄个背景到底是啥物意思。什么来源？啊，这课我正想足久诶，我一直想，想无是安怎，是美国。后来慢慢啊收集资料，产生出一个结论，啊，就变成今仔日这个课。吼、哦，啊，你听我诶诠释啦，吼、哦，诠释啦，吼、哦，解释甲诠释无共款哦，吼、哦，解释甲诠释是无共款诶哦，吼、哦，解释就是讲。我做标准，恁拢听我的，我的才是权威，才是对的。啊，诠释就是讲，讲这件代志，你有无同款的看法、角度，对切入去，啊去解说迄个物件。但是你无拄拄，就爱接我的。我只是甲你提供讲，我对这件代志的看法是一种无同款的角度。你会当用我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代志，安尼叫做诠释啦。吼、哦，来。美国时间，不是这个时间就放一个美国国旗的美国时间哦。咱今仔要讲的是一个物件，时间。什么叫时间？一分钟六十秒，一点钟六十分钟，一天几点钟？二十四点钟。哎，啊是安怎？一分钟六十秒。啊，一点钟六十分，啊，太一天唔是六十点钟，太二十四点钟。这物件到底啥物人去分呢？像啊一礼拜就爱七天，无爱十天，还是八天？像啊一个月就是三十天、三十一天，啊像啊一冬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啊，我咱出世来就拢已经安尼啊，透需要去怀疑去怀疑这個。啊，我这個人就是较咱讲较白目、较搞怪，我就是爱问这种问题啊，是安怎嘛？啊，结果我去查资料，发觉讲吼，德国吼，讲纳粹时代吼，因就是无爱一礼拜七天，因就是讲，咱改十天，结果忝死老百姓，啊，卖，咱阁改转来好啊，哦，啊，真正有一寡一段资料就是安尼啦，吼、哦，来 ，Time 杂志，哦，顶礼拜迄、那个。咱中央有一节课，啊，摕出一个迄、那个，咱讲网友修改的图片啦，哇，迄是假的啦，吼、哦，啊，而且咱直接有订正、有纠正过啦，讲迄是错误的啦，吼、哦，啊，所以咱嘛是直接全台湾啊，讲也是讲有咧听咱这个课的这个迄只，咱讲网友大家讲歹势，因为迄是错用那个资料啦，吼、哦，啊，这个资料吼。就是我要甲大家讲一件代志尔，《Time》杂志这个杂志是1923年开始，啊，伊咧报啥物货？伊咧报大家时代重要的人物影响力甲代志啦，大条代志啦，吼、哦。啊，《Time》就是时间啦，啊，加一个 S 变作时几倍啦，哦，时代几倍的意思啦，哦。啊，这就是美国甲台湾的时差。哦，就是坐飞机过的时差，同款，是安怎有时差？大家敢知影是安怎有时差？
地球安那逆转顺转，啊为什么啊？太阳，日头照的所在嘛，吼、哦，啊，伫阿贤怎要分这个啊？大家全世界一个时间，唔是做好吗？是不是？大家拢一个时间是唔做好？不，我七点，你嘛七点，咱就唔免搁底下分啊，对不对？我甲大家讲，时差这个物件吼，迄是伫大航海时代慢慢啊，因为你开始行船嘛，啊，行到倒位，是日日时，行到倒位是暗时，你爱分啊，你无分，咱约。我不能去坐过你美国，咱用十点，啊、我太知影你的十点是透早还是暗时，所以爱分嘛，分迄个 AM 甲 PM 嘛，啊无就用24点钟制度来分嘛，啊拢大家拢公定，日头出来就是透早6点，日头落山就是暗时6点，安尼一天分24点钟，甲分落去，啊咱就知影讲啊，什么时间人的作息是照着太阳的运转，才有这个物件。但是全世界吼，拢有这个物件，这个经度啦吼，不是纬度哦，经度哦，地球分24个时区的话，哦，才15度的一个嘛。结果呢，有一个国家伊就袂愿用这个物件，恁敢知影倒一个？中国啦，中国伊就是袂愿啦。所以吼，我会记细汉你有听一句话。都中原标准时间，有无？中原标准时间，什么几点整？奇怪，中国甲人做无共哦，中国的思想真正拢甲人做无共哦。伊啥物会都拢要家己来哦，吼、哦，啥物都要家己来哦。所以吼、哦，前一阵仔有一个新闻哦，足欢乐的啦，讲啥物啊？中国吼、哦，甲梵蒂冈吼、哦、要建交啦，啊，甲台湾要断交啊。你看到鬼啊！当时甲台湾建交过，无嘛？伊是甲中华民国这个体制断交啦。啊，足趣味哦！梵蒂冈这个国家吼、哦，咱知影吼、哦，这个国家无加入联合国。啊，咱讲的所谓的中华民国，伊嘛无伫联合国内底啦，吼、哦。啊，这个中华民国其实是假的啦，哦，其实正刚刚的中国。即卖拢伫联合国内底啦。啊，是安怎会讲到即个问题？因为梵蒂冈吼，伊全世界吼，伊拢有派伊个迄个红衣主教啦，伊个教区啦，拢是伊咱讲官方派的。啊，伊要派中国个时阵，中国拒绝啦。伊讲，阮要家己设。啊，即历史已经重新发生过啊。西藏嘛是嘛。西藏，咱讲正统的达赖喇嘛嘛，用派谁？阮家己设，阮设班禅。中国人都家己来的啦，啊，所以时区嘛家己来啊，阮无派谁，阮无咧叫你设家己最多，阮家己一个时区，就是中原标准时间。啥物意思？这发生啥物代志？山东透早日头出来的时阵，新疆也过半暝的。就会变成这种问题啦，哦，啊，这个咱今麦咧讲的时区啊，哦，题外话，梵蒂冈咱等下个会看到啦。来，什么叫美国时间？你有时间敢会去安尼骑车？你有时间敢会规家伙啊去泛舟？你有时间敢会去爬这个壁？拢唔免锁啊，就甲爬起哩，敢未？你有时间敢会去跳高空跳伞？有时间你敢会去滑雪？敢那你一个人尔？这是直升机坐去顶端，你总甲跳落，啊，就落来啊。有当时啊，咱看到这个物件，咱拢感觉啊，透迄个美国时间做这個，对不对？咱就是有美国时间，是安怎？咱有美国时间，咱无？咱来问迄个问题啊，咱是安怎无啊？趁钱对啦。这个流氓体制搞。即卖少年人逼到敢那剩趁钱即件代志是人生上个重要个尔，其他的你个兴趣、你个才能要发展，
拢无重要。所以我来参加民政府了，有捌足侪人、真侪朋友去甲伊讲，哎，民政府遮个论述甲法律，伊讲，你好好啊食饭啦，你好好啊食头路啦，你母个要是要创啥啦？伊就即句话尔。伊讲即句话的时阵，我就点点啊，也毋免加讲啊。我互吐槽过啊，理想敢会当当成物食？袂使嘛。啊，人电影有讲嘛，人生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跟死鱼有什么，没有什么两样，没什么两样。哦，来，艺术，过去咧发展艺术，咱讲囡仔对迄个目睭歪歪、拖汤拖汤，画了无成，愈是画愈成，愈画愈成，咱讲囡仔做搞画，安尼尔。人已经画甲平面咧，有一粒粒一空落去，人画甲物件会浮起来，对不对？来，这个什么人知不知？玛丽莲梦露，还是马丹娜？啊，不管啦。哦，咱今麦要讲的是，伊有一个创作的东西，伊用我们都知道的那位名人做创作，这种叫做基础啦，基础论。很多東西都有它的來源、它的根源和基礎。我們今天要說的是，台灣民政府的法律有它的根基在裡面，不是黑白轉出來，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這個也是，這是什麼人？這是什麼人？你都知道嗎？你都有印象嗎？蒙娜麗莎嗎？對不對？蒙娜麗莎，翰林，小時候。我要讲的是啥？你我都知道有一个共通的、可以理解的对象，叫做这一幅名画《蒙娜丽莎》。伊把这个物件起来改，还有安尼肥肥啊、骨锥骨锥细汉安尼，这种叫做创作。啊，它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共同理解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名画啦，可以叫做共同基础了。法理也是呢。这个阿伯啊，真好的歌喉，伫街仔路顶寒冷的天气唱歌给大家听。你有看这个无？这人呢，该下一个消费呢。我要讲啥物货？西方的这个动作是足普遍的。你伫欧洲也好，伫美国也好，吼、哦，伫这个规个文化氛围内底，因就拢这种足普遍的。啊！你想讲因这要趁食的，我甲你讲无差你迄十几块啊啦。但是这种物件伫台湾的文化内底吼，是不被重视的啦。台湾是一个足奇怪的社会的状态啦。我有朋友吼去日本留学，考到医生的牌哦，啊，转来台湾袂使用。这个政府跟你讲，爱点课，教咱的这多点课，考一张新的证照，足奇怪哦。阮家有亲人去美国考迄个治疗师的牌，考到，回来无效，歹势教遮的这多。啊，人外口的专业的认定，敢有影比咱那较差？啊，结果咱讲歹势，爱点来。啊，结果呢？咱遮的学历出去啊，阮有朋友伫遮读专科毕业啊，出去歹势，阮无承认。伫咱讲的中华民国即套的物件出去甲国外歹势，顶头来，你爱考同等学历，对高中、对大学重新读，啊，甲读起来。咱所承认的外国无承认啊。啊！人外国承认的，咱遮无承认。啊，到底是咱无正常啊，外国无正常，就是安尼嘛。来，哎，这个物件，这个文化内底，伊把这个物件分享给别人，把好歌后分享给别人听。啊，人真感动。咱亲像去予伊鼓励着、鼓舞着。有人可能
七人要自殺啦，欸，聽到這條歌在街路裡，他心裡很感動。有人可能做生意失敗啊，看聽到這條歌，哦，其實人人生無遐尼黑暗嘛，會當佮爬起來。You raise me up， 你鼓勵我啦，你鼓勵我的意思。啊，這個物件，台灣是甚物貨？啊，食老啊，無代志出來安尼，下一粒琴，彈一粒琴，啊，趁食趁食，騙食騙食安尼，哦，啊咯，啊也無介好聽啊。啊，听听就煞，啊，无讲啊，嘿，本意啊，咱对这种文化，其实人的栽个栽掉这种物件，其实无足注重啊，吼、哦，无足注重啊。啊，较早吼，学才艺吼，这个物件是教囡仔的兴趣，吼、哦，啊啦，无讲，除非讲有心要栽培，啊，甲一直甲栽培去，啊，无其实算算的尔啦。啊，即卖吼是一个囡仔学过哪种才艺？一个囡仔学过来种才艺，透对礼拜一一直补到礼拜日，安尼补习，补规日嘞，规礼拜。啊，即卖囡仔学才艺是要创啊？讲要加分嘞，分数要加分嘞。啊，你感觉咱即卖教育有改变啥物货吗？无啦，加忝的，啊，忝死囡仔，忝死爸母安尼。我要讲的是精神甲价值。来，人类必须要问的问题 ：Who am I? What am I? Where do I come from? Where am I? Where am I going? 我要去倒位啦！哦，啊，我对倒位来，我即马伫倒位，我是啥物人？我是啥物货？咱咧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拢甲时间有干涉着啦。哦，甲时间有干涉啦。Where am I? 明白这个世界是啥物货？为什么是安尼？你的世界有时差，啊是安怎有时差？哦，这个问题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提问。啊，这人西方的文明四五千年前就拢在问啊，因就开始在发展这些思想啊。啊，咱无。来，这个世界即卖现况敢好？咱认为即卖敢好？无好嘛，啊无好，敢有需要改变？有嘛？啊敢有法度？敢有能力？无，太无有啦，暂时啊无。好来，咱搁倒转来第一个问题，这个状况咱头拄讲无好嘛，啊无好，咱一定有一个比较，至少咱有一个期待讲，有一个较好的状况世界，对不对？你有比较，你较知影无好嘛？你才会知影明仔载会比今仔较好，也比今仔较歹，唔知嘛？但是咱这个比较一定是甲过去咱的某一个经验比较嘛。亲像我细汉的时阵，街仔路人是无啥物本事的，无人安尼食槟榔乌白皮的，无人安尼熏塔拉乌白蛋的。高速公路你嘛袂看到迄窗仔吼，一落来啊，规个物件本事拢显出来，没有。啊，即卖有无？现在较济嘛，所以你有一个比较。啊，无好是，咱感觉需要改变嘛。啊，这个无好是毋是有一个较好，一个较歹？啊，对迄个好慢慢啊变甲今仔日的无好啊，对不对？啊，迄啥物人改变嘞？啥物人去甲改变，慢慢啊变啊无好？所有的人啦，即规个社会的风气啦。当然，政府有很大的责任啦，啊，所有的人造成的嘛，这是所有人的能力的低速到咱的社会风气败坏道德败坏，啊，慢慢啊变无好嘛。所以是人的能力低速到原来好，变到今仔日的无好。所以，对，但是咱拢伫这个社会内底，无，对，但是咱也无作为。咱甲交人诶差不多共款，咱也无作为哦。人若当本事，你无作为啊，你拢当作无看，安尼咱甲伊差不多啦。所以有一回我伫迄个桥上，阮囝都细汉，两岁尔，有一个赤灵赤红诶，食薰单调。拄伫阮囝诶头前，啊，阮拄啊骑车伫要走诶时阵，咧单调，
超商有粪扫桶哦，唔是无哦。哦，迄个时阵哦，唔知对未来的勇气啊。我讲，啊，你食薰太甲我等下遐，我唔知对未来的勇气啊。你食薰太等下遐，啊，伊拢歹势，你知无？拢歹势。啊，内底我讲，啊，内底粪扫桶，啊，你太唔可以等，你太拢甲等下遐。啊，伊就歹势啊，啊，歹势啊，我起起起。啊，起去的时阵，哦，我赶紧紧走。哦，啊无，但是但确定啊，唔知发生啥物代志，哎，我真正唔知倒位来的勇气。啊，我甲阮朋友讲这件代志，我讲我是毋是伤加薄啊？阮朋友甲我讲，社会就是欠缺你这种加薄的人啦、啊，社会伤欠缺啊啦，无这个加薄的人哦，啊，咱社会就一直安尼，啊，动作无快，哦，紧走，啊，就反正拢笨手，反正遐嘛是我收的啦。就是安尼啦，哦，啊，所以咱有能力有哦。即卖问题唔是能力的问题啊啦，即卖问题是意志的问题啦。你要即、這个意愿啊，你要改变还是无爱改变？台湾要改变还是无爱改变？台湾人的意志有要表现出来，咱要改变无啦，就差伫遮啦。咱已经无唔是啥物能力，啥物有够无够的问题啊啦。咱若愿意，能力拢会当培养起来啦。来，咱来看西方的文明史，你注意看。你若对遮来看，日本、中国、印度、伊朗、咱 Turkey 这等等遮的国家，你来用国家来看遮历史，你总歪出来。你若用遮的历史来看遮的地区啦，一个国家遮尼大，伊有无共款的地区，伊所影响的范围，安尼你来倒边看，你就看有啊，吼、哦。啊，咱其实咱就欠缺这个西方文明，咱讲世界史这个观念啦。因为咱的观念是啥？中华民国去哩，跳过日本就大清啊。咱完全跳过日本哦，因为这七十年的教育吼，甲咱甲这个咱的祖国日本迄块的历史，规种切断去。你会知影哦，咱的阿公阿嬷是咱的阿爸、老爸、老母吼，迄个时代吼，因对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其实是较清楚，比咱较清楚哦。哎，多切一半哦，对啊。啊，阮这代就完全无啊，因为阮这代拢互教讲，阮咧抗日。咱咧抗啥物日？你敢知？咱咧抗的日就是伊啊，伊就是日啊。咱互教讲，咱咧抗日啊，就是咧抗咱这代的先辈啊，就是咧抗阮阿公啊。啊，所以这个国民党教育是顽修的教育，你知无？教你的后一代，啊去对抗你的顶一代，就是安尼。嗯，总算有人开始论述这个物件，对不对？哦，记在伫遮哦。来，咱来看古早的欧洲有一群人，我为这开始算啦，因为吼，为有文明、有字母、文字的记录开始算历史啦。啊，你讲前敢是历史，前嘛是历史，啊，只是讲用文字来做记录，叫做历史的开始记录。安尼，这是一种定义历史的方法啦，一种啦，哦，啊，唔是讲除了这以外拢唔是啦，我是甲你讲。有文字开始啦，吼、哦、啊，腓尼基吼，哦，这个腓尼基啊，这个物件吼，这族的人吼、哦，伫古早的地中海的地区吼、哦，差不多差不多伫即卖即个黎巴嫩啊，这所在吼咧活动啊，哦，啊，伊开始控制地中海，啊，开始做生意，啊，因有遮个字母，啊，希伯来，希腊语。拢差不多同款的源头的啦，所以你注意甲看吼、哦，西方吼、哦，德国、法国、荷兰、英国，因遮的语言吼、哦，有一寡字看听起来写起来拢差不多，吼、哦，咱讲迄罗马拼音，迄差不多拢拼起来都差不多啦，吼、哦、啊，所以有人讲，哦，迄什么人啊？伊是法国人，伊一个人会晓讲六七种的语言哦。因的基础差不多，
哦，因的基数差不多。啊，咱台湾哦，多好迄种男男做伙啊，物件去用切断去，啊，拢毋知影咱是啥物根源。啊，咱遮嘛有一个人会讲即种几六种话啊，但是咱无法度一个人写几六种文字。哦，伫教育方面是安尼啦。哦，啊，同源，其实伫咱的文化内底，拢有遮个物件。哦，来，啊，因即是啥物人？因就是海产。海产就是啥？古早时代吼，做生意啊，做生意较早无咧用啥物钱的，若有用着钱的，拢是贵族，皇宫贵族用钱，啊，老百姓无咧用钱。啊，无你用钱用啥物做交换？用贵金属啦，吼、哦，用贵重的物件啦。啊，阮兜饲鸡仔，恁兜种番薯，啊，一只鸡仔换几斤的番薯，安尼换啦。啊，即摆即阵海产呢，伊坐船啊嘛，坐伊甲恁迄个船头，甲你换。收成好的时阵换拢好，拢真好势。啊，收成歹的时阵，啊，他换较少，意见袂合就拍起来。啊，我若拍赢，你讲我海产。啊！我若拍输，我讲你海产。咱毋是讲，咱毋通想讲海盗、海贼，因就是拢大歹人呢。诶，因嘛有因兜个厝里个细汉个爱饲个呢。吼、哦，我讲个，迄是一个相对观念啦。咱嘛吼，即个文字说白条讲哦，海产、海盗啊，就是歹人，十恶不赦，咱个打击犯罪。伫迄个时代，迄个叫做立场无共款。希腊前八世纪就存在啊，哦，伊个文字一直有咧变化啦，伊个文字有咧变化，一直到今仔日，哦，伊个定定讲，即卖现代希腊文甲古早希腊文，哦，有啥物，无啥物无共啦，但是有诶一寡物件是无共诶啦，吼、哦，啊，即阵人希腊诶即阵人足厉害，因古早就有联邦诶概念嘛，因古早就有民主啊，哦，因就有啥物？长老院、众议院等等，这诶，咱讲议上代议制度，上层的代议制度啊，都是古早的有啊。啊，这个希腊时期哦，因对民主啦、宗教、特克、戏剧、诗歌、科学、工艺等等，有足大的进步啦，哦，有足大的进步。啊，这诶物件吼，拢是政治。迄是咱先要甲分出来，因宗教、政治啊、科学啦、美学啦，迄物件拢揽做伙，诗歌啦、戏剧，拢揽做伙啦。啊，只是咱即马甲分出来，哦。啊，希腊，伊在咧发展啥物货？足古早的时阵，伊在咧发展数学甲建筑啦。即种物件叫做希腊式的建筑。建筑形式啦，啊，一直延续到今仔日啦。有看过这无？咱台湾嘛有呢，土地银行，台北个、台南个土地银行，就这啊，你去看。哦，啊，谁起个？日本时代起个。啊，日本时代啥物人起个？日本人哦，倒位个日本人？台湾的日本人，哦，台湾日本人，因为伫迄个时代，拢是日本人。伫迄个时代，就算有日，咱讲本土、本地、内地遐个日本人的工头来，伊嘛用在地的工人。啊，遐个在地的工人，经过在地人的训练出来，啊，啥物人？你我的祖先啦、啊，你我老爸老母，你我阿公阿嬷因啦，就是这人起的啦。所以当即卖新闻媒体讲啊，迄日本时代吼、哦，日军，伊讲日军，日本军啊，做啥物防空壕啦，做啥物水库啦，做啥物货，啊，迄啥物人？迄毋是因日军呢，迄是咱日军呢。这个观念要建立起来啦，因为咱会讲因咱的时阵就是分开啊嘛，啊，这个物件分开是啥物人甲咱分开的？
国民党来给你切开，讲我们都是中国人，你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我们都是台湾人。啊，因为你们的祖先都源自中国啊，所以我们都是中国人，对这种切开的啦。哦，啊，我要讲的迄、那个，咱拢是日本人，咱拢是日军，是伫迄个时代的制度之下，咱所讲的迄个定义啦。不是讲你的血缘是对遐来啦，不是咧讲这个物件，是咧体制的定义啦。迄阵啊，亲像我问人，咱伫遮一直咧讲体制，咧讲法律的物件。我问人两个问题，就知影伊听有听无啊啦。林书豪是美国人啊，台湾人？美国人啦、啊，你得爱回答美国人较是正确的啦。迄叫做伊伫迄个国籍上，伊就是遐个公民。啊，有人讲伊台湾人，迄个讲黑啦，你讲黑统，对不对？那奥巴马是美国人啊，非洲人。你共款的问题，你甲问一个较偏的，你就知影伊听有啊，听无啊啦。啊，咱即摆直接咧讲的，就是法律的定义啦，唔是咧甲你分讲啊，你是倒位人分，分迄已经无啥物意义啊。哦，来，伊了建筑，即、這个物件规栋拢代理照做的咧，啊，人会当囥。三四千年，啊，放伫遐，袂倒。啊，即摆人，你阁爱开钱坐飞机过一遍看，伊阁甲你收钱门票。啊，你看人个石头啊，这个物件包含啥物货？力学，有无？建筑力学嘛，包含啥物货？美学。伊就有一挂黄金比例伫内底哦，哦，伊去包含啥物货？过去有一个宗教仪式伫遮，有一种宗教，希腊的因的迄个神祇的宗教伫遮，因有即只物件。因遮若要唱歌跳舞哦，神听，就包含了诗歌、戏剧，有无？啊那，迄个时代的迄个啥物王要来遮拜某啥物神？走政治，迄个时阵，这种物件拢揽做伙，哦，所以呢，人讲建筑就是时代的精神，时代的精神，佮回到咱讲的 time， 迄个时代，迄段时代，迄个时间，就拢起这种建筑物，哦，啊，伊包含思想、哲学、神学、哦、数学、啊、美学、工艺等等，这是我1999年台湾发生什么代志？八月，大家敢会记？全台湾大停电啦！全台湾大停电咯！啊，全台湾大停电，我迄时阵我人伫台北，你会看迄交通规个拢乱去，因为青红灯袂顶无作用啊！对，就是迄当阵啊！哦，啊，即当我去，啊嘛共即当。台湾的台北捷运通车，同一档哦，哦通车。啊，我现在印象较深，因为我去坐因这個巴黎的迄个地铁啦。啊，看哦，咱想讲法国足浪漫的有无？不时就看到情侣咧相亲，哦，啊不时就看到迄个伫倒位有啥物人咧扭马亚林。有大提琴等等，有人咧唱歌，真正迄街仔路人拢看会到，足普遍的。我看咧，即逐栋拢足水。啊，坐因的捷运，哇！啊，他有一个，阮都惊，已经惊足慢啊。他有一个，因遐嘛介侪乌人啊吼，足侪人了底啊。他有一个惊到尾啊，伊总裤脱落，啊，就伫遐放尿啊。法国呢？挡袂牢，伊嘛是安尼啊！伫地铁内底放尿咧，我想，哎呦，他拢一个臭尿香味。哦，其实人拢差不多啦。因若挡袂牢，伊嘛是树仔落去，嘛是放啊，嘛是一群人啊。因在地人哦，毋是咱讲游客哦，因遐在地人嘛是安尼哦。哦，啊，我去遐看的时阵哦，欸，这是伫迄个凯旋门顶头。凯旋门看落吼，看了一支，欸。啊，特别听，即我嘛有去爬起哩过啦。啊，因为拄好要拄到迄2000年，吼、哦，2000年要
跨年啦，是啥物会？因咧整修，所以无法度爬去遐上顶头。啊，咱来看这个凯旋门，吼、哦，敢有去过遮？无吼，啊，不要紧，我带恁来，Google 就当看，吼、哦，我带恁来。这科技吼实在太厉害啊！你有感觉中文介奇怪无？咱较早叫法国啦，啊，即摆讲改做法国啦，奇怪，它迄音拢会变呢。因咧教育部敢若永远无代志啊，常常拢伫遐咧改讲对一个音安怎念较正确啊，吼、哦。伫遮，吼、哦，啊，你看这個，这是凯旋门，你看伊是一个圆环，对不对？放射状的嘛。希腊时代过来的是罗马时代啊。罗马时代把原来的希腊，那讲推翻啊，是讲颠覆啊，是讲征服，但是伊把希腊文化承接下来，把好的留落来。有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是安怎“条条大路”？因为罗马时代上较强的吼，就是战车，啊战车吼马仔咧拖吼，伊爱起迄个路，起足大条足平。啊！直接把伊个军队运过，所以伊起做侪车，伊起做侪路啦，哦，啊，伊的做侪路集中在这个地方。啥物叫凯旋门？拍赢回来要通过迄个门，接受百姓的欢迎。所以呢，这个物件嘛也因款也变成后来解决咱讲超过五条以上的交通道要道吼的一种解决。交通问那个车流量的问题的一种都市设计方式、啊、都市这移款呢、啊，因为你若红灯顶吼，我跟你讲，你遮若动红灯，你不然青灯，你驶到遮动红灯，大家人拢轮流来迄个用红灯顶吼，我跟你讲，你这连轮落来的可能一点钟而已。哦，即阵你甲轮落来，可能一点钟，足惊人哦。所以移款就是一种解决交通的方式哦。哦，好，即会当去哩，爱钱无？爱钱，因就是爱收钱。啊，去看因顶头是啥物货？哦，啊，你甲看，因几区？这是足古早的城市哦，哦，足古早的城市哦。哦，先对咱讲的巴黎铁塔，其实伊名叫做埃菲尔铁塔。埃菲尔是迄、那个，伊有过来工程师啦，啊，即、這个工程师是主要的工程师，所以用伊的伊名号名就对啦，哦，埃菲尔铁塔。好，咱倒转来，因即个古迹吼，因即个厝吼，是国家。用法律保护掉的，你若要改装，改装做啥物货？我今仔日要起一个素食店，比如讲麦当劳，你要挂一个看板去，爱整无？爱整，歹势，爱甲市政府申请。你要装冷气，会使，甲市政府申请。你要装网路。第四台会使来申请，请问你要申请无？恁家的厝
那要征集啥物件，拢爱甲市政府申请，你敢要申请？因遮个人愿意，因袂，是安怎？因为因甲因规个巴黎地区，拢视为祖先留下来的遗产，不可以轻易的破坏。伊若去，我甲你讲，即个台湾哦，即边拆分，你若讲甲人兄弟啊分两栋吼，透天的，一边拆掉，起起来五楼高，啊一边就保留原来的，啊起甲大家拢密密麻麻拢看无，迄是啥物物件？啥物叫做水准？啥物叫做迄个素养？对一个城市，你著看会出来，城市的风貌你著看会出来。凡尔赛宫，咱的宫殿，因较早的国王住遮，啊，人甲保留落来。啊，中国毋是，换朝代，火烧阿房宫，啊，规个拢甲烧掉。就是本来顶一年的物件，啊，你感觉你看了袂爽，啊，就规个甲毁掉。所以你讲，台湾有偌济日本时代物件，去用烧掉、毁掉的。毁掉了，讲要起一个什么物件，讲要振兴观光经济。你把已经古迹人要来看的迄个古迹，甲毁掉啊过，你搁起一个新的，哦，一个鞋啊啦，好啊，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物件，啊，你就讲哦，振兴经济。我感觉台湾充满了矛盾，自我的矛盾，充满了一种很吊诡的一种价值错乱了呢。这。圣母院，规个拢石头起个，古早时代。你看伊虽然是建筑物哦，伊嘛是一个艺术品，有无？规栋看也是一个艺术品哦。伊这入面吼，我入面看啦。伊这两边的迄个走廊吼，伊有迄个法国伊有足流行，就是足有名的叫做彩绘玻璃。伊古早时代。把那玻璃吼，玻璃甲用故事啊，甲伊彩绘伫顶头，啊，足水个。我请问你吼，玻璃是硬个啊，软个？硬个吼，硬个放一百年，伊会流动哦。伊是流一种流体哦。哎，但是人个技术做甲，伊袂歪去啊。吼，迄玻璃伊彩绘的迄块。每一块拢色拢无同嘛，啊！伊即块甲即块中间，伊迄个玻璃伊是流体，伊慢慢啊变形，啊！因做了即个玻璃袂变形。来，咱来讲即个希腊哲学吼，哲学，即三个介有名啦，吼，即三个介有名。啊，即拢人拢讲伊是迄个哲学之父啦，啥物货？吼，人讲伊是啊索。Socrates， 这个人哦，伊讲我只知道一无所知啊。哎，伊这神圣的人，伊竟然敢人讲我只知道我自己一无所知啊。哎，到底伊是知啊唔知？这个人伊咧讲这句话的时阵吼，伊咧讲啥物话？你看伊会卡讲了，只要我一息尚存，永远不停止哲学的实践。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追求智慧啦。所以，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永远不停止追求智慧。我会向每一个我所遇到的人说：“朋友，你是伟大强盛，以智慧著称的雅典公民啊。”就是讲，伊对每一个雅典人拢讲安尼讲：“你的灵魂是伟大强盛的。”如果你只贪图名利，不关心智慧和真理，不改善自己的灵魂，难道不觉得可耻吗？这人在古早时代，伊甲人讲，你的生命应该去追求智慧，追求真理，而不是只有贪图名利啦。哦，啊，咱台湾哦，你甲少年讲这句话哦，少年甲你应讲，啊，你追求智慧甲真理是要创啥？你也袂食的啊。赚钱较实在啦，你报我倒位通赚钱较实在啦。咱即卖眼中拢存钱尔啦，所以有一句话讲，善甲存钱，你知无？
就是咧讲这啦。因为啥物物件拢用钱来衡量啦，所以最近一个新闻讲，生一个囡仔爱月薪十万，才会当饲一个囡仔。啊，大家若用这个评分标准哦，算唔敢生囡仔，你知无？因为赚无够价，啊，社会风气的一直安尼放松，啊，互少年呢搞。唔对啊，对啊，你讲得真好。有人讲啊，都拢赚无够啊，讲啊，你太拢，啊你太搁敢生囡仔。我着甲问讲，你讲无赚无够钱，啊唔敢生囡仔。啊，恁的阿公阿妈唔是拢生七八个、十外个，啊太拢饲甲遐尼大汉，大家拢该有成就。伊甲你应一句，哎，时代无共啊啦，时代无共啊，但是善事拢变善啊。钱原来拢赚无够用啊！看你，好，来，这是苏格拉底，伊所讲的话啦哈，来，普拉托，伊即讲啥物话？唯一的好是知识，唯一的恶是无知，唯一的好哦。你若叫一个恶，你用你甲把它换成善啦吼，善 kind 这个意思啦吼，唯一的 kind 就是知识啦，唯一恶是无知啊。我感觉伊这句话足重要，这是咱所欠缺啦。教育的目的让每一个人具备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的意愿啦，善的是自满自足啦。啊，咱的教育的目的是啥？台湾教育的目的在于让每一个人能够找一个好工作啊，找到最好是找到公务人员，然后考上，然后可以领18%的，一个考试机器的。啊，所以呢，咱这个制度呢，刷掉了一堆，在这个体制里面不适应不良的孩子，现在这个教育制度。啊，其实你甲想啊。因讲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老人家哦，讲有教无类，对不对？讲有影有教无类。伟大的老人家、伟大的教育家讲因材施教嘛，讲有影因材施教，无呢？所以较早阮都有啥物和放牛班这种物件呢？放牛班到讲有教无类，无嘛？到因材施教，无啊？放牛班就是放弃班啦。你们好跟坏都跟我无关啦、啊，上课我会上啦、啊，秩序我不管啦、啊，什么东西我都不在乎啦、啊。放牛班的教学品质就是安尼啊。亚里士多德哈 ，Aristotle， 哦，真正的朋友是一体同心，走你的路吧，不必理会别人怎么说。这句我做有感受的啦、啊，来这。认捌民政府的论述，出去共讲，朋友讲你起笑，你去共讲，互人教，啊，结果呢，一堆人，嘛，莫讲一堆人啦，真侪人一直来上课，一直，一直努力，要做啥物代志？咱已经意识到台湾地位无正常啊。已经有少数的人意识到，讲台湾地位需要被改变。咱若意识到，讲咱的护照摕出去已经无正常啊，人已经无承认，人咧拒绝这种物件，啊，咱拢是食亏的，啊，要通关搁爱压钱，较会过。我一摆去印尼开会啊，要回来一张迄个行李的啥物单也袂记签，伊甲你讲，回去排队。印尼是啥物国家？伫咱印象中，东南亚的国家，迄头啥物外强的国家？结果呢，排队排了，伊甲我讲，唔是，伊甲我讲 ，You waste my time. You need to pay some more. 好是安尼哦，我口袋啊存一个100块台币。我讲，安尼有够无？哎呀，讲凊彩啦！啊，拄着我这个白目的吼，我着举关关，
放落。我起码是足歹个啦。迄是台湾的变安怎？你知无？迄台湾是讲啊，下次记得要咱服务人员是安尼嘛，袂记添吼，啊你赶快旁边添一添，啊我们下次记得要那个，有无？咱做好礼款待人嘛，结果咱去别个国家，人无好礼款待咱。过一个落去吼，我拄到无人机吼，做好心哦，来我帮你提醒你讲中文啦。啊，因老爸中国人啦，讲中文啊，拖。啊，我甲问讲啊，国内机场在哪里？讲啊，就然后请跟我来。拖到要到迄个国内机场的交换站遐了，伊总把我的物件扭掉的。伊手中伸出来讲啊，咱一般咱想讲，咱好。咱伫台湾，咱拢会对咱讲外国来的朋友，也是外国人，拢会介好礼嘛，吼、哦，帮忙啊，真个啊。我有日本朋友，我也招待去阮家住，食穿用拢免钱。啊，咱想讲咱嘛拄着好人，结果毋是。啊，结果呢，我着加钱出来，歹势我着存50块的银角甲你卖无。伊讲啊，都可以。我即马后来才知影吼，你若去的时阵吼，你较歹吼，人都拢唔敢甲你安怎，啊，咱就是性地伤好，吼，咱来学咱的祖先迄反刀举出来，就要共扑头的吼，哦，安尼就惊死啊！我咧讲，来，走你的路吧，不必理会别人怎么说，互人教，互人骂，正常，因为因阿袂开啦，头壳袂开，唔知影咱咧讲啥货。来，罗马领土公元150年大概达到最大。咱即摆要讲这个物件，哦，伊这个文化哦，遗弃差不多1500年啊，哦 ，Emperor 罗马皇帝，哦 ，Emperor 伊咧解说什么意思呢？哦 ，A sovereign ruler of great power， 哦 ，and rank， especially one ruling an empire。伊咧讲啥？一个帝国内底拥有上界大诶管理制定诶迄个人哦，有迄个权力诶人哦，就是皇帝啦。伊诶意思是安尼啦，伊咧定义即个物件。哦，啊，即四项你先靠家记一下，哦，你先靠家记一下，因为即四项关系着咱看过去诶历史，以及今仔日现代台湾社会，也是讲即卖国际之间的运作，这四项，这是我发觉的一个观点，吼、哦，我发觉一个观点。法律、政治、文化、宗教，啊，咱等下就咱来看咱即马台湾是安怎样，啊，过去迄个世界是安怎样。好来，这四项若冲突，伊就造成咱感受上的迫害。冲突哦，伊若冲突，伊你就有感觉讲啊，咱受着迫害，但是冲突是必然的发生的啦，吼、哦，冲突是必然的发生的啦。来，尼罗，这个人，这个就是罗马皇帝，伊出世伫公元337年，过身是68年。有一个电脑的软体叫尼罗，这个名就是伊的名，用伊的名来号名。啊，是安怎要用伊的名？因为伊足够放火。伊做个放火啦，小物件啦，吼、哦！哎，罗马城吼，放火，叫人放火。啊，伊这人吼，疯掉啦，变态。伊做爱看人咧放火时阵，啊，人伫遐作凶，拢慌张啊，来走来走去啊，伫遐凶凶公公安尼，啊，救火、拍火，啊，有个人死去啊，伊做爱看这种物件，看闹热就对啦。哦，所以以后若火烧厝，你千万都唔通去遐看，妨害人咧救。人迄个救火队个咧伫遐咧救灾，因为你若去遐看个时阵，你就爱想讲，你是毋是内底吼有泥路的这个那种看热闹的灵在里面呢？哦，火烧罗马城，迄个时阵呢，甲政治违反个，啊违反法律个，就受人掠开安尼，司马分尸啦，也是讲。哦，绑伫即个条仔顶悬烧。啊，即、這个时阵我是安怎要讲这個？哦，你看哦，这个竞技场哦，西元70年，
所以唔通有误解啦吼。尼禄他过世的时候是68年，所以呢，有人用这个罗马的可以代表罗马的 icon 哦，就是这个竞技场，然后放了一个火，啊，那请求讲，哎 ，Nero 这个软体，其实尼禄烧不到这一间，因为他盖的比较晚，哦，一些没得这间了哈。不要被这些 icon 的连结让你觉得说啊，他好像烧到那一间了，哦，但是他烧罗马城这个是在历史上有记录的。这就是迄个竞技场内部，我嘛去看过竞技场，啊，竞技场，竞技场其实是刑场啦。罗马时代吼，伊武力很强大，征服了整个亚洲，不是整个亚洲啦，东因为东亚部，西亚部分呐，西亚中东，哦，中东一部分，西亚部分，啊，有一个国家被征服了，叫做以色列。啊，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人他的传统宗教是啥物事？还知？犹太教啦，因为犹太人嘛，犹太教嘛，犹太教的只信耶和华神一神没有嘛。啊，伊伫这个罗马时代呢，分出了一个小小的支派，叫做基督教。伫迄个时阵呐，啊，当然基督教后来变成一个大的宗派了，一个世界的宗教。啊，伫迄个时阵呢？罗马皇帝呢？伊是皇帝哦，皇帝讲的话就是谕令哦，就是咱即马，咱即马汉语咧讲的诏书哦，诏书啦。啊，皇帝迄个时阵，罗马时代有一个，咱讲文化，也是讲有一个观念，叫做皇帝崇拜啦。你看了皇帝爱搭起就神来甲拜安尼啦。啊，其实这伫过去咱嘛有哦，日本天皇伊嘛有这个。但对天皇那些就都是神了呢哦，因为叫做君权神授啦，哦，啊君权神授就是讲弄作神了呢，哎，这个罗马皇帝吼，伫作些所在吼起像啊，用伊的形象去造那个像嘛，啊叫人看到迄个像要拜嘛，啊基督教的教义是啥物事？你袂当拜人雕刻的偶像啊，啊所以。这顶基督徒哦，基督徒上面一个基督徒，信耶稣的人叫基督徒了，哦，这特别哦。罗马时代继承了这个希腊时代的那种哲学啦、精神思想的文明，一直到延续到罗马，哲学思想也在追求智慧跟真理，认识人跟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物质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一起在追求这个。知物啦，怎样物件啦？知人知物啦，知物怎样物件？知希腊时期这类物件。啊，伊延续到罗马时代在发展知人呐，怎样人啦？人甲人诶，发展伦理。虽然罗马时代的那种伦理道德也不是很好，但是伊在发展这个东西啊。一直到基督教文明进入到罗马文化里面吼，被融合起来了。基督教文明延续于咱讲。犹太教啊，啊，犹太教在知天呐、啊，跟人跟所谓的创造者的关系是什么？所以知人、知物、知天哦，造成了整个罗马文化的精神核心可以延续那么久。啊，这顶基督徒伊就是信耶稣的嘛，啊，信耶稣的人吼、哦，耶稣讲什么话？讲信我得永生嘛，你像看那电报条有打嘛，哦，啊，其实咱唔知影这个背后的原因呐、啊，因为。这有因的、那个，从那个犹太教一直延续到基督教，有一个发展过程啊。啊，迄个时阵的基督徒是啥物事？是被压迫的。在犹太人里面，你知道吗？我们是被压迫的。哦，耶稣哦，他的名字哦，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因拢称为弥赛亚啦。伫希伯来文来提讲，叫做弥赛亚。啊，弥赛亚是啥物事？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啦。啊，耶稣来的时阵哦。伊就讲讲信我得永生，基督徒就是讲信了耶稣得了永生哦，伊就不再对于生命死后要去哪里的就没有烦恼了啦。接下来哈，基督徒有两个使命嘛，第一个要跟别人说，请别人邀请别人也一起来信耶稣。那么哎，你要信吗？你要信吗？啊，迄个时阵，你信了耶稣不能拜罗马皇帝的像呢，
你要斩头的呢？你要掠来吃饲狮啊呢？等于你犯法啦。所以罗马皇帝下这个命令讲，不可以信基督教，因为你信基督教，你不拜这个皇帝的像，所以你就会犯法，你就要掠来做罪犯。你这些罪犯，除了你活下来，你才能自由身，啊，不然你都死。啊，有格斗士啊，啊，你跟他相谈，谈赢你就自由。啊，因这些人最爱看那种，哎，刀啊剁落血钻出来啦，哦，啊，狮啊加落个肠啊刀流出来，最爱看这足刺激的。因这足侪皇宫贵族的人拢爱看这啊，啊，因为肾上腺素激增了。因为军队作用，我那作拢看侪啦，哦，啊，基督徒这群人第二个使命是啥物货？信了耶稣得了永生之后，哎，啊，我搁活里面说，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呢，因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改善这个社会制度，哦，这个社会制度不要不公义，要照顾弱势，要更公平一点，啊，所以的。这个力量在整个百姓的底层扩散开来，但是那个时候是被压迫的哦。这个宗教是被，它断不起如法律、政治、文化、宗教吧。政治力透过法律颁布要拜皇帝，压迫你如果不拜皇帝，我跟大家讲的是皇帝崇拜这个物件，皇帝崇拜也视同是一种宗教的框架啦。啊，你若无信这套，歹势。你就是违反法律，你就要抓起来关了。那个时代是这样哦，来，313年基督教自由了，啊，是怎么自由了？耶稣出生那一年被定为公元嘛，哦，纪元前啊，公元开始纪年嘛。啊，你说，啊，那个时候还没定啊，耶稣又不被承认，啊，那个之前是什么？之前他的纪元方法，哦，就是那个雅典。用奥林匹克第几年来记录的啦，哦，啊，后来变公元，是因为基督教国教化之后啦。你注意看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咱咧讲这个皇帝吼，其实伊个咱是咧讲伊个姓啦，家族姓。你看伊个名遮长，最后常常咧讲生笑啦吼，因母啊咧叫伊去买导游吼，化名化料吼，就遐久啊，你知无？哦。二来，伊是什么原因会颁布这个基督教自由？313年，伊讲吼，因母啊接触到基督教，所以妈妈有重要无？妈妈足重要啊，妇孺女性的教育足重要，因为顾囡仔大部分是因嘛，啊因啊唔捌字唔捌代志，你感觉伊的囡仔会教了好吗？无可能啊。因一定有捌一寡代志嘛，啊，所以呢，中国甲咱教是啥物货？女子无才，便是德嘛。啊，无才的伊一直拢无才，一直无去。所以这个问题吼，伫日本时代明治维新的时阵，咱日本人意识到啊，爱男女平等，教育是爱男女平等的，国家较会强。因为查某囡仔受教育，伊就会教因的后一代。伊后一代的素质就会提高，佮起来学校上课的时阵，伊就会让受的培养起来。哦，啊，台湾男女平等教育对当时开始的，咱敢知？唔是日本时代哦，佮较早，外国宣教书来开始的，长荣女中有无？长荣中学啊，啊是讲迄个牛津学堂，迄个拢用男女平等啊，因为迄是欧美的思想啦。欧美的思想，啊，日本因为伊有去欧美留学，所以因有把这个思想带倒来。米兰诏书有无？诏书阁出来啊？迄就是皇帝啦，皇帝吼，发的诏书啦，宽容基督教的赦令，哦，啊，让基督教信仰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啦，发还已经没收的财产，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313年哦。西元的时候，112年那个时候，这个宗教是被迫害的，一直到300多年之后，它改变了。啊，皇帝
刻像给人拜，我们说这集权国家嘛，对不对？我们过去有这个经验吗？有没有？现在还有呢，对不对？有一个姓孙的，还一个姓蒋的，有没有？全台湾的车站啊，那个学校都踩一身啊，啊不就踩两身啊，大家都在拜，不是拜啦，要行三鞠躬礼，对不对？啊，所以过去阮细汉就是安尼啊，听到国歌要立正站好，等到国歌放完之后，你才可以走。你若听到国歌好个在一阵车叫，你听到国歌多在十字路口，你就惨了。看到蒋公国父的铜像要行三鞠躬礼，咱过去就是受到这种教育的污染。所以只有独裁者才会在生前立下那么多铜像，要人尊敬他、敬拜他、尊崇他。啊，这不是宗教嘛？这嘛是宗教啦。咱唔通想讲这政治呢，这嘛是宗教啦。到380年变国教，伊个宣布讲这个是教基督教是正统的，罗马帝国的国教。吼、哦，这个时阵皇帝颁布了哦。请问大家，基督教最高元首什么人？刚才，你知哦？教会的头是谁了？知不知？耶稣啦。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啦。教会是身体啦，教会的头是耶稣啦。那是圣经，圣经里底写的，不是我讲的，圣经里底写的。好，啊，但是。咱看不到耶稣啊，是耶稣升天了啊。地上有一个代表人吧，什么人？教宗啊，就是教宗啊。啊，若讲了教宗哦，那是今麦讲法的，你敢知？今麦叫教宗啊，较早不是叫教宗啊。来，咱先讲这个，这是古早的这个奥。奥古斯丁啊，吼，伊这个伊嘛是信基督教的，啊，伊开始做一挂代志，伊讲吼，把迄个罗马的修辞学、希伯来信仰啦、啊，哦，柏拉图这个希腊的至善系统，他都在讲，哦，善就是追求知识嘛，恶就是无知嘛，哦，伊把这种物件给结合起来，啊，变成后来中世纪的发展基础了，所有的基础都来源都是这里啦，哦，啊，柏拉图有无追求这种知识跟观念啦、啊，哦。波奇有这個人嘛，足厉害。伊把过去希腊文的东西翻译成拉丁文，翻译，然后把智慧、把那些的知识，把它转移到那时候、当时候的主要的语言了。等那起就，那那把文言文改翻译成英文，起码那主要语言是英文。啊，那这个人的动，这个人的这个作为就很重要。伊把这个科目吼分作四科三目啊，数学、算术、音乐、几何、天文。文法修辞辩证，这是后来大学的基础科学科啦。啊，人西方的文明，我记得基础学科才能称为大学啦。啊，咱的大学无，咱的大学纯粹学技术啦。结果咱无基础学科，我们没有辩证啦，咱无思考能力啦。我们没有学好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些物件，那是因为基础科目啊，咱无啦。哦，修辞啊，文法啊。这个跟逻辑有关的，我们缺乏这个东西、啊、所以导致到我们的小孩子一直在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受训起来，即使大学毕业了，仍然没有独立思辨的能力啊。那你教育现在问题出在这，没思考的能力呢？一人讲啥，你就照咧安尼做呢？媒体讲啥物话，伊就安尼对咧笑，对咧行咧呢？咱缺乏思辨能力、啊。来，一直到第八世纪，你注意看，咱拄仔咧讲法，那个法国无有一个法兰克国家吼，叫啥哦 ？Frankish， 就是英国那法国的领土啦 ，Frankish territory in 那个481啦吼，后来叫做 conquest， 有无？
这东西征服来的，整个法兰克帝国啦，哦，整个法兰克帝国，481年到814年，来，咱注意看这段，这段咱得用着咱他多的工具啊。西元800年，查理曼在罗马礼拜的时候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整个法兰克王国也被称为查理曼帝国，西罗马帝国以就此以皇位转移至法兰克国王的形式复辟而来。教皇就是咱他都要讲的教宗，古早叫教皇哦，皇就是皇帝哦，哦，教皇加冕这个法兰克查理曼，加冕查理曼变成法兰克王国。请问这个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帝国的这个法兰克国王比较大，还是教皇比较大？哪一个比较大？谁比较大？教皇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哦，他都爱法律、政治、文化、宗教。一开始，宗教是因着政治所制定的法律被迫害的对象。到了313年，因为宗教影响到皇帝的母亲，让母亲教育他的下一代，那一个儿子变成了皇帝。他又透过了政治，让法律可以让这个宗教自由。一直到了800年，这个宗教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封人为皇帝。宗教反过来透过政治跟法律影响整个政治。所以这几个关系啦，法律、政治、文化、宗教，因是联动关系啊。这四项，咱来看台湾的现在，这70年来，对一个宗教发展了上好，发展了会当去国外帮咱地动的人，发展了有一个国际性的电台，发展了有一个救灾队，发展了。回收做了上好的一个，啊！你感觉伊甲政治有关系吗？佛教有足侪山头呢，哦，有啥物公山的啦，啊，有啥物魂的啦，四界拢是呢。啊，所以顶边吼，敢若是敢是天后宫，还是倒位，伊要进香有无？台北迄个啊，伊讲心诚则灵嘛，吼、哦，伊讲迄个毋免烧金嘛，毋免烧香嘛，你祈愿你着双手合十的心诚则灵就好啊嘛。啊，结果有人跳起来，讲咧灭香。你知影一个宗教后壁有偌济庞大的利益团体，你只要法律动到这一条线啊，歹势啊！抗议的又造出来了，法律、政治、文化、宗教，你这爱甲连做伙看，不是单独把它拆开来看，啊，无咱真正是看无啦，哦。古早你看，300多个公国诶，300多个公国，较早对国家的概念是啥呢？我这一块地是某一个皇族。贵亲的，哎、欸，他这个就算一个国家了哦。某一个骑士、伟大的武士，这是领土是他的，他就是这一块土地的王哦。哦，所以你看，一块涉水，一个国家；一块涉水，一个国家、哦。啊，你买单讲一块涉水，一个部落啦，嘛是安尼讲啦。哦，较早国家的定义无亲像咱即卖讲。什麼政府啦，什麼軍隊啦，領土範圍、憲法無迄個物件。法治的國家是近代才有的。好，來，咱來看這個。法國大革命爆發1789年，公平、自由、博愛，伊咧追求這個物件。安尼表示什麼話？沒有公平，沒有自由，沒有博愛。法國那麼先進的國家，那怎麼會沒有？
因嘛是经过足侪革命才产生现代比较民主、现代比较好的国家呢。因嘛知影过去无好啊，嘛是一直咧改啊，改到即马变得较好啊。当然即马刚完美啊，阿未嘛，阿因个去改。他们国家的大革命，让国家变得更好。文化大革命让国家变得更烂。人因的人普遍对教育有一个普遍的基础知识，啊，中国无，只是一直不断的革命，啊，不断的把顶一个朝代给推翻掉。所以教育是足重要的。来，这足重要。天主教会在西欧握有极大的力量，因为你已经宗教跟政治已经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们有这个很稳定的地位啊。所以因的知识，因的知识的传承，伫修道院内底有很多的著作拢留伫遐。啊，所以古早的帝国吼，足注重一个物件，我唔知道大家有发觉无？图书馆。因古早唔是像即卖手机啊，你安尼 Google 就查得到，较早无 Google 这个物件。你的图书馆开到愈大，藏书量越大，你的知识就越多，你的帝国可以应付所有不同因素产生的社会问题。你的知识越多，你就越能够掌握那些东西。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古早然后图书馆有帝国有图书馆的，迄国家拢介厉害。政教合一。中世纪哲学就是伫这个基础环境下发展出来，所以对他多海的奥古斯丁，一直到中世纪的多马斯、阿奎那，这拢嘛是修士啦，修道院的遐神职人员，伊把这个自然法下来。自然法咧讲啥物货？伊咧讲啥物是自然的法令？哦，自然法的法令，道德是不是属于自然法？人类有没有共同普遍的自然法？自然法能不能被改变，在人的心灵中会不会消失？来，咱来问一个问题哈：杀人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可以还不可以？不可以嘛哈？啊，请问战争可不可以？战争会不会杀到人？会吗？啊，杀人到底可不可以？这碰触到核心问题呢。再来，堕胎可不可以？会杀人呢？安乐死可不可以？也嘛是杀人呢，对不对？这种是杀人呢，啊，到底可不可以？有足侪问题呢。其实，咱碰到的问题大部分拢是道德的问题啦，伦理的问题啦。啊，这大部分西方文明已经讨论了，所以废死联盟底下咧讨啊，要废死反不要废死死刑啦吼，死刑可不可以？这个物件，这人普遍的国民教育已经有这种常识，啊，咱也袂呢，咱要搁咧查讲啊，死亡死刑可以，死刑不可以底下没有什么焦点，所以咱的教育也袂。整个普遍说对这种东西有深入的探讨、哦、自然法我就会说了这个东西、啊、不是说自然法在讨论这个东西，他在讨论的是自然法的那个定律会不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消失，会不会它在有没有普遍性、啊、我刚才说的普遍性，我就问大概杀人这个是不是普遍性，可不可以嘛、啊、这是属于自然法的部分。杀人怎么会把自己杀人吃死，一般是袂嘛，但是人会甲人杀死呢，啊，这敢有正常？哦，来，自然法的主义坚信统治者的主权人民之上，在全体人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律，一个是自然法，所以整个西方的社会制度的基石、文明的根源来自于自然法，啊，就是中世纪一直到今仔日，哦，那个初代400多年、300多年一直到今仔日。那他的思想是连贯的、啊。约翰洛克将自然法融入了他的体系当中，一叫一个政府论嘛，哈 ，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一共政府的有关于政府的两篇的文章了、啊，哈，一把自然法融入了，1690年的，
咱来讲哈，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文艺复兴，啊，文艺复兴就有这个东西出来，哦，文艺复兴就有这个东西出来，哦，他对古典的文献重新学习，就是古早的物件拢改接落来，智慧知识遐物件拢改承袭下来了，哦，啊，各个方面都引发了巨大的变革，哦，啊，这些时阵都有什么？里奥纳多·达·文西啦、米开朗基罗等等博学家，你看博学家无？就是因的基础，数学啦、美学啦，等等，因拢学足多啊，咱就感觉因足厉害啊。文艺复兴，哦，伊画一幅图，伊咧做，伊想，你想讲伊咧画水的无呢？伊咧寻找人体当中的秩序，人体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比例？自然界所有的动物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比例？这当中有没有数学的定律在后面支撑着？哦，啊，以肚脐为中心，能不能画出一个圆？人体的比例是不是跟自然界一样，有一个既定的自然法里面的定律？刚好这个名字，一直吹这样。那侬停留在讲，哎，达文西可能是一个艺术家呢。那唔知因背后有即侪物件，地理大发现，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伫思想顶头有足进步的发展，伫甲世界接触。菲尔·马伊，我头拄仔讲的，伊咧找讲我家己伫倒位，伊去行船的时阵，伊爱家己知影伊家己伫倒位啊。伊去找着新的所在，伊爱家己知影伊伫倒位啊。即种文化的精神伫内底啊。所以因才会去找地理大发现啦。过去的开始为欧洲开始发展，哎，哦，原来这个这毋是干那海尔咧，较早伊想讲海一直行到石落，啊，就死去啊。无呢，原来船仔会当行足远，这边阁有带人。哦，南美洲则阁有带人，有无？西班牙、葡萄牙的人来遮，啊，所以遮着足侪所在，遮着足侪所在拢学遮的，咱讲拉丁美洲，就是学西班牙文，也是葡萄牙文。叫出在国家是安尼嘛，哦，啊有人为非洲才来，哦，啊就说一个，原来地球是圆的哦。咱讲到这西班牙，西班牙就开始，我那行船嘛，较大，就是这种船嘛，啊，开始走走走，哎，原来哦，地球是圆的。西班牙人来台湾，你甲看。这拢古早的地图啊！西班牙雅语有一句话叫一个名词叫做圣地亚哥，即嘛中文翻作圣地亚哥啦，哦。你啊看，智利即南美啊，阿根廷南美、巴西南美、古巴南美有无？南美洲呀，因就往遐行落去嘛。所以因若到迄个所在，伊就把迄个所在号名叫做圣地亚哥。所以你看，巴西有一个。城市圣地亚哥，阿根廷是二十三个行省之一，有一个所在叫做圣地亚哥，有无？啊，古巴也嘛有圣地亚哥省，有无？你看，多米尼加、巴拿马这拢么子，这拢是迄个南美洲的嘛？啊，澳洲嘛有，哇，圣地亚哥。你看，菲律宾嘛是圣地亚哥，啊，这个美国嘛有，你敢知影台湾嘛有？敢知？台湾也有圣地亚哥呢，三条港呢，三条港哦，你若看汉字啊，你就想讲，敢有一种动物生发角啊三支的，啊有一种雕还是啥物货？你会想起遐，因为迄象形文字吼，也是讲形意表意的文字，你会安尼想起来。圣地亚哥哦，你若把这三条港你来用这个罗马拼音哦，三条。这个圣地亚哥的音作成的，哦，来，啊，就大家看文献，这是我找到一个文献，这台语呢，罗马拼音的台语，咱百五年前，外国的宣教士来遮，伊知影咱遮有话无字，普遍受教育而汉学的人足少，所以伊把罗马拼音的系统带来到遮。啊，有做大量的印刷，啊，有教咱遮的人，啊，予咱遮的人，把遮的物件记录落来。啊，你注意看，这台语啊，
你慢看了，这拢英语怎啊分去？这台语，西班牙人来传天主教，啊，你就知影西班牙它是属于天主教的。天主教跟基督教是在500年前分家的啦，哦，啊，你来看哦，在马尼拉，马尼拉啦，哦，西班牙的政府听见荷兰来占台湾南部。因为我有考过，我有考过这个 license， 就计划计划啦，就计划，而且这咱讲作文啊的代志哦，就计划要来占台湾，就是讲荷兰来啊嘛，无过来西班牙人伊嘛要来嘛，哦，主后1626年，主后就是迄个基督教的用法啦，主耶稣主后啊。之前公元前的给主前安尼啦，诶，基督教的用法哦。主后1626年，西班牙的远征队，远征队啦，哦，远征队呢，到台湾的东海岸，东海岸嘛，哪测量哪上北，边测量边往北走啦，哦，伊从东部上去嘛，就是伊个黄海是爱画地图嘛，哦，啊，他带地图你有看过啊？哦安尼较紧吼，嘿，对，好来，继续。那七龙那九北5月11日到东北部海岸的圣地亚哥挂湖，伊阁今日毋知迄是啥物物件，后来叫做三条角，阁今日看这看无，阁甲你写汉语三条角啦。安尼，咱台湾人有偌济人知影三条角？是对圣地亚哥来的，这段甲咱祖先有关系的历史，的一个典故，咱敢知？唔知啦，咱足早，咱的世界甲世界，咱讲迄个什么啊，与国际接轨啊啦。啊，结果若擘到中国，就接到轨，你知无？接到轨啦。那呢？咱较早甲荷兰、西班牙拢真好啊，啊，叫郑成功来，就是接着鬼无？啊，过阁收起过，阁大清来，啊，阁接着，啊，规个文明就拢退化去，哦，啊，所以这代志啊，来，咱看遮足趣味的，有人讲咱无平埔族啦，迄拢是恁遮迄个本土考，你讲本土意识、台独意识的人工发明出来的名词，讲平埔族啦，哦，讲那东西汉人哪有什么平埔族？你叫下来。西班牙人占台湾，有起炮台啦，有盖那个炮台啦，有起炮台啦，后来也刷去天主教堂，就是。教堂的外面有炮台，因为伊要聚会嘛，要做礼拜啊，惊人甲拍嘛，有起炮台，有传听到。伫1635年有惊西咧，就是施洗啦，受洗的洗礼的意思啦。有惊西咧，予700名的平埔族，有无？换一句话来讲，这个时代1600多年，这个时代，咱的祖先可能拢信天主教的呢。啊，后来郑成功来，妈祖带来，啊，就拢改过啊。我们得到了这个上帝的福分，然后又断掉了上帝的福分，就是这个名件，哦，都出名啊，这是一个文献哦，哦，来，三雕角有啥物货？有灯塔呢？这就是因为咱大日本帝国来，两只船啊去落一个顶面，因为有搭桥啦，哦，有搭桥啊，就弄一个顶面，所以。台湾总督府在这边新建灯塔，来，咱来看一下。1642年，1642年，荷兰人到基隆，哎，不是基隆呢，基隆呢，就是迄个基隆嘛，基隆，即嘛咱讲迄个基隆，基，它的原来的发音就是基嘛，啊，龙，昌隆，昌隆，隆盛的那个龙。基隆，
到基隆打西班牙，两边卡赢伊，马上的意思啦。啊，什么叫两边？马上快速的意思嘛，马上也是跟中国北方骑在马上的意思。两边是啥物货？快马两边啦，边速得足紧的啦，连续的鞭打让马很快速的跑啦，叫做两边啦。咱的迄个台语迄个话，迄有伊的典故的哦。哦，两边看样伊啦。哦，天主教的势力也到遮煞，啥物意思？荷兰来，西班牙人摕，安尼啦。对啊，迄足侪文献，你愈看愈感觉，原来咱有这段历史哦，吼，来，你看，足侪古早的物件，伊伫因的文化内底一直延续落去，伊会用伫伊新的物件、新的时代顶头。啊，咱干那即种尔，因为咱无迄种文化的基础啦，吼，有无？连汽车拢足水的，有那个美学在里面的，吼，万国公法。万国公法1836年，这美国人写的，伊咧讲啥物货？诸国的自然之权，这甲自然法有关系啊。所以咱讲的国际法源自于万国公法，万国公法源自于自然法，自然法就源自于这个整个历史脉络的思想体系啦。这就是我甲今仔日予大家看的，这就是根源。有来历的啊，啊，唔知影人拢讲咱后壁讲啦，啊是伊无知，啊是咱无知。伊在讲啥？诸国平时往来之权，交战的条规，战争没有办法避免呐、啊，啊，但是要战，请问要怎么战？伊讲，我写给大家，有一些规矩要遵守。啊，来发展人道主义嘛，哦，发展人道主义嘛，啊，怎么开始？权力是什么？局外的权力是什么？打完之后签合约的章程该怎么签？怎么论？万国公法在写这啊，中国的思想就是无这啊，所以伊才讲日本窃占台湾呐、啊。日本是经过大日本跟大清战争。战完之后，论的合约章程签订之后，才把台湾澎湖割让的。这叫做法律，反正中国人无，台湾人嘛无啦。但是咱即摆有发觉啦，过去在日本帝国伊有遵照这个物件，所以伊足乖乖啊遵守。啊，咱也无这种物件，啊，咱即摆有发觉着，你要学无？你要知影无？啊，咱讲遵照国际法。让台湾的地位正常化，咱要追求的，就是因为现在都不正常嘛，啊，咱要追求的，让它正常化。咱不是要追求独立啦。啊，你若讲独立跟统一吼，让我选啦，假设啦，你讲独立跟统一让我选吼，我选择统一啦。啊，你要听看卖啊，统一是要统什么货？我安怎统，我嘛有经济个较好个，对不对？你睇大家拢打拢伫中国咧，你嘛经济咧较好诶，较早诶西班牙嘛真好啊，荷兰嘛真好啊，对不对？啊无伫美国，对不对？美国大个样，日本较近啊，嘛真好啊。太大讲着统一，大家头壳想诶就是中国咧，对不对？啊，所以我这种论述叫做通牌。外口咧讲因通牌，歹势我嘛通牌啊，通牌，你诶通牌甲我诶通牌就无共款，思想。我要讲的，我要表达的是啥物货？台湾人要做家己的决定，家己未来历史的一个选择，知识爱开啊，爱学习真济物件，把咱这物件补倒来。来，啥物叫美国时间？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宣布脱离大英帝国独立啦。这个时阵。靠美国啊，啊无进前叫做迄个 America 殖民13州啦，
有十三个州嘛，一开始迄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哦。1785年，法国有这个气球，伊发展空中啊啦，所以迄个巴黎铁塔有无？埃菲尔铁塔，他们往上跟全世界表示，我们的科技、我们的能力往空中发展了。你还在地上打，我们已经往空中发展了。啊！你看，伊爱挂旗啊，无共款的国家的旗啊，是安怎？因为我飞到你遮的时阵，我甲你讲，我们是友军的，我们是友军的。有无？法国大革命嘛是拍到下架的呢。哦，啊，因开始有宪法，开始治理，啊，开始选出民选的总统，这个是一种变革啦。较早是皇帝嘛，啊，即马这个做头的人爱用轮流的呢，用选的。普查局，伊咧选，因这个国家咧建设的时阵，普查局足重要的，人口才390万尔。因咧调查啥物货？因偌济人民有能力、有法度工作的，有受过教育的，有啥物款年龄层的，伊为着遮个人去制定政策，啊，以后安尼实行落，让因的国家变强。这户口普查是足重要的。常常在打，他們國家都常在打，但是打了他們還很強的，原材都很好。普查局390萬變1710萬，人口成長了，這跟他們的政策、農業政策什麼都有關係。所以我們要說什麼？我們要職前訓練，我們要對這個國家，或是說對這個台灣未來的發展，我們對這部分的知識的補充很重要。1853年，乌船来啊，美国来，开船啊来。日本迄阵感觉家己介大啦，计看地球较日本较一块啊尔。美国我都驶船啊来到遮，伊感觉不得了。咱啊，佮掠船武士刀介厉害，歹势，人穿炮已经来啊，袂赴啊。所以因有个人主张爱甲外国人抬掉，赶出去日本啊。有个人主张爱互外国人甲因的文明甲技术。大入来，咱学伊个物件，家己变甲较强个，咱就会咱甲伊平起平坐啊。所以思想无共款，决定迄个国家个未来无共款。后来个明治维新，就是采取学习别人个优点，互家己个国家变强。所以日本才会变甲较强。1861年、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咧内战。你看，1865年。这个英国的朴素，这拢基督教的啊。因来遮，我头拄仔无讲，两个嘛。你要告诉别人，信耶稣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第二个要改善社会。因来咱遮，除了传教以外，他还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医疗啦。你来拢医生呢？哦，伊叫啥嘛？翻译新约圣经，一方面医病，一方面医盲啊。盲就是文盲啦、啊。伊甲咱做教育，伊去募款买一台印刷机，全台湾第一台。啊，这个后壁接伊的人，这嘛是一个牧师，巴克勒，伊阁开钱倒转去英国学这台安怎用，过来咱遮印，予咱的百姓教育咱，他都话咱讲的迄种文字罗马字。伊甲咱的教育提升，互咱的人会当做医疗，哎，互咱的人会当捌字、认捌新的知识。一个外国人来，医生学咱的语言，因为伊认同遮。啊，即阵1945年、1949年来遮，到选举较咧学咱的语言。啊，你讲啥物人较有听心？啥物人较认同遮？啥物人较爱台湾？即件代志。有多少人知影？美国的船啊来到咱遮，结果呢，咱在地的迄个台湾的，叫掠船伊要入侵啊，总甲因小虾小台出草，结果呢，因走去甲大清讲啊，美国人啊走去甲大清讲啊，结果呢，大清来讲歹势吼，这不及版图啦，这个地点不载版图啦。所以呢，你看这张你就知影，伊认为吼，这个东海岸这边吼，
跟大清无关啦，所以咱讲这个叫大清帝国的拓殖地啦，唔是版图，唔是领土啦。就算伊有设厅、设啥物行政历省，迄拢无意义啦，因为伊的武力并没有征服这个整块的岛屿，整块的岛屿是被大日本帝国征服了，依据万国公法成为他的领土。好，除了下关条约之外，他还用了武力征服了所有。所以什么叫征服建立主权，就是说这一块岛屿的领土的所有百姓都遵照他的法律，这个动作就已经完全征服了。结果呢，没多久美国派军舰来了，用军队做处理了。结果呢，台湾的总兵老兵丁哦，率500名讲，好啊，无，惊得罪着美国嘛，啊无，好无，我来，我甲恁做伙来处理这个代志。啊，结果咱在地的这个高山族的捍卫家园，顽强抵抗。美台战争第一届美台战争就是这个时阵拍，国民党敢会甲你教这個？袂甲你教这個啦，这拢甲咱的祖先有关系的故事。你看，自由女神像这边有断掉的锁链，象征脱离殖民了，哦，脱离殖民。咱甲法国战争过呢，朋友，好、哦，你朋友。1832年发电报，咱这一支在啥物货？电报条啦，无电火啦。电报条，因为迄阵拍电报需要用电线来牵嘛，哦，啊，你看咱较早个街仔路足水个，啊，即摆变啥物款个？来，1850年，全世界的海底的电缆已经牵起来啊，台湾人咧创啥？台湾人还佫咧拍蜡啦。1850年，1850年还袂到1895年下关条约还袂哦，1850年台湾人的祖先咧做啥物货？1873年即个物件发明出来啊，哦。发明出来，因普查局的拍开八单，卡甲全国的这个普查甲做了，拍一个21000页的这个报告，迄就是因的大数据，咱即摆讲叫做大数据，叫做 database。因国家要运作，就是爱靠这的资料来制定政策。1899年、1902年，无线电的牵起来，哦，1860到1880是明治维新，吼，规个日本现代化变作强的国家，就是这20年的改革。1903年开始，这两个兄弟啊，唔惊设电卡，开始一直飞发明个飞行机，因为往空中咧发展啊，啊，因着往空中发展，就发明飞行机啦。哦，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两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一个时代，哦。第一次世界大战，你看，中华民国甲大日本帝国是共国的呢。啊，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煞起配兵变作无共建定义啊，就冤家啊。所以你看，较早中华民国是有伫咱大日本帝国的台湾遐设一个迄个外使馆，哦，伫咱遮哦，啊，证明。台湾根本不是中华民国的啊！1831年，有这种物件。1932年，这美军呢？这是美军呢？你看迄个时阵的都市就已经起到安尼啊！哦，美军啊，空军，有无？啊去布着电线、高压电啊，拢烧去，以后全无这种物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你啊看。这个总就跟我们没同定义了，啊，地球世界大战就这种飞行机，工业革命 3.0 开始有这种东西出来了，就为电脑世界开始发展了，到今天你手机看得到全世界的资料，就是为这开始的。1945年原子弹签约二战结束，但是和平条约签了，咱也搁咧背即个战争债务，所以咱台湾即卖人活了足辛苦，咱无时间。
因为敢若有一个红玉甲走无离，就拢无时间啊。哦，入来就电脑时代啊，思想的精神决定文明的差异。哦，科学追求的是思想啊，科学追求的是精神啊，追求利益别人的啦。遐宣教书来就是利益敌人的嘛，啊，人咧追求的是利益别人，这种国家就会变强。啥物叫美国时间？我只做一个结论啦。人的祖先吼，思想足头前，已经传伫文明足头前，因建立足头前啊，所以因有法度发明洗衫机，啊，甲洗衫的时间省落来，因会有遐时间做别项代志。啊，咱也搁伫遐咧用手洗，用水，用迄个擦裤伫遐咧讲。因的文明走足头前，因祖先甲省足济时间，互因有搁较济时间去发展新的物件。去追求人生内在也是外在的能力甲思想，因够有遐个时间啦。咱对外表看来讲啊，因太上瘾，其实因毋是上瘾，因咧追求的是人的内在甲外在的一款超越性，咱无。所以时间愈侪人愈自由，咱有自由无？无自由，因为咱是奴才，咱咧做伫处世界大战背负债者的努力啦。迄、那个咧落债啦，所以咱就无时间无啊，咱就干呐顾趁钱就好啊。这就是我讲美国时间的原因。时间愈多，你就愈自由。哦，今仔日时间到这，多谢。